大家好，我是阿 Tom。 鄧廣聰 Tom Dan， 西雅圖華埠國際模型的老闆，一個追夢的人，他忠於自己內心的理想，寓工作於娛樂，堅持自己的理念，實現自己的夢想，不去計較是得是失。他參加過很多模型的比賽，也都攞過很多獎。咁咧，我而家喺西雅圖度住嘅，我移民嚟西雅圖已經30多年啦。咁啊，而家喺西雅圖嘅唐人街度咧，就經營咗一間好細間嘅模型店。咁啊，喺度做咗都近30年，28年，即係經營咗。咁啊，都 OK 咁啦，即係因為疫情嗰啲嘢就最近就慢咗少少，但係我每日都翻工，而家翻翻嚟就喺度砌模型。點解要入模型呢一行呢？就講出嚟咧，就要講翻1991年嘅時候。咁我啱啱移民嚟到美國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對呢度嗰啲產品啊，啲日本嗰啲模型好有興趣咯。咁啊，成日都走去買翻嚟即係放咗工之後就喺屋企砌咁。咁咧就砌咗好多年啦，又玩過軍船模型啦，又玩過火車模型啦。又玩過坦克啊，咁啊，又飛機啊，又動漫嗰啲。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哋個經營咧就主力都係做日本進口嘅模型同埋啲工具啊啲嘢咯。點解要做日本模型咧？就因為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，就同我而家嘅太太咧就喺度拍緊拖嘅。咁啊，當時咧就好中意去旅行。咁啊，就經過日本嗰度咧，就翻香港嗰時候經過日本咧，就喺日本嗰度逗留幾日咁啊，喺東京嗰度去玩咧，就發現到呢啲即係動漫呢一類嘅高達模型，咁就覺得好新奇咯，因為好以前細個都冇見過，咁啊好吸引，咁啊當時買咗好多咯，買咗好多攞翻嚟玩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，每年我哋個暑假咧都會翻香港，即係探我太太屋企嗰啲人，去爸爸啊，去細佬啊。咁我哋每次翻香港都會逗留喺日本幾日，即係好似慣咗咁啊，之後就去掃貨咯，掃啲模型啊，咁樣又掃啲工具啊，咁落翻嚟去玩。咁啊，喺香港逗留嘅時間咧，就當時係90年代啊。咁啊，90年代初嘅時候咧，喺香港啲模型係好風行嘅。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？以前你去信和咧，去先達啊嗰啲廣場啊，即係成間大廈都係賣一啲模型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見到呢啲好開心啊，因為又買又買啲書籍啊，又買啲即係啲參考書啊。咁跟住又成日都去參考人家嗰啲模型店啊，即係喺香港好多咧就啲模型店喺後面嗰度咧，佢都有啲課室咁喺度教你砌模型。咁當時咧，我每一次喺香港咧，日日都去嗰度流連啦，去參考一下人家，就同啲師傅傾啊，點樣去砌咯。咁啊，就喺嗰個時候咧，就即係開始對呢啲模型開始深入去研究啊，咁樣去做咯。唔經唔覺啦，做下做下就都做咗好多年。翻嚟嚟到呢度嘅時候，喺西雅圖咁自己就自學去學學做噴筆畫咯。咁啊，就用即係用嗰啲噴筆嗰個技巧咧，喺畫上高咧就搬咗落嚟啲模型呢度，咁就開始學噴模型咯。咁啊，我咧就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學畫畫嘅，咁啊學過素描啦，又學過油畫啦，咁又學過水彩啦。咁當時咧，我砌模型嘅時候就有一個新嘅諗法，即係話如果可以將畫畫嗰個技巧啊，就搬過嚟模型啲一度用喺模型身上，可能會帶俾即係大家一個新啲嘅視覺咯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一般人噴模型只係噴個顏色噶嘛，即係做好之後就算咯。咁我嗰個諗法就係話，你噴咗顏色之後，再喺只模型上高再畫㗎，即係用啲筆或者用支噴筆再去將個嗰只模型個神態咁樣畫翻出嚟，咁你望落去只模型就會個真實感會好強咯。
咁樣就由嗰陣時開始就開始咁樣用呢個方向去做呢一樣嘢。咁啊，做咗之後我就擺喺鋪頭度，咁就好多客人都會逗留喺度睇下咯。咁啊，當時有啲客人又建議我，佢話：，誒、哎，你不如攞啲模型去參賽啦！而家呢個模型界入邊咁風行，啊，每個月都有賽事，你不如你攞啲模型去參賽，等人家評下你個作品，睇你個手工係喺邊條線入邊嗰度咯。咁講。咁我話好啦，好啦，咁啊就嗰陣時又開始去不斷咁去參賽咯。咁啊，當時喺華盛頓州咧就差唔多每兩個月都有一場賽事嘅。咁我就嗰陣時好活躍嘅，即係成日都砌咗好多模型啊，咁啊好興奮咁樣落去參賽。咁啊喺參賽嘅過程中咧，就都遇到好多嗰啲啊，即係好開心嘅事啦，真係啊！即係有一次我第一次去參賽嘅時候，就無意中咁好僥倖咁就攞到個冠軍。咁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去砌咗好多年啦，砌模型。咁就落咗去第二、第三名嗰度。咁佢哋好似也即係有啲唔係好憤氣咁就挑戰我啦，即係成日都走嚟挑戰，即係好似講笑咁話。我下個月有一個新作品啊，咁我用呢個作品嚟回一回你個作品，咁我哋再次去參賽，咁睇邊個啊勝啲啊，啊或者啊邊隻好啲咯，咁樣，咁又會遇到嗰啲咁嘅賽事咯。咁我又試過有一啲有幾次去參賽嘅，就個印象好深刻嘅，咁就係其中一隻模型，我就叫做即係我攞咗個題材咧，叫做沙漠之虎。咁沙漠之虎咧，其中一個主角咧就係嗰只老即係佢英文個名叫做 Goof 啊 ，Goof 咁我哋中國人就叫佢做老虎咯。咁老虎咁我就睇住只模型就開始去創作成一個作品叫做沙漠之虎。咁我哋就用沙漠個情景去做出嚟嘅。咁只模型咧就噴成好似沙漠入邊用嗰啲軍樹嗰啲顏色咯。咁嗰只模型點解話個印象咁深刻咧？咁多隻之中？就係因為當時咧就有兩個賽事嘅，咁有一個咧就比較細啲嗰個比賽，咁我就攞咗嗰只細嘅去，即係佢試下俾人家睇下，即係我自己個作品係點樣咯。咁啊，當時去到個賽場嗰陣時候就唔係好多人啫，就100多隻咁樣喺度就參緊賽嘅。咁嗰只模型咧，我喺入邊嗰度咧就係一個獎都攞唔到，除咗一個叫做最佳創作獎之後咧就。即係連三甲都唔入嘅，咁當時就即係有少少喺度懷疑緊，點解即係自己個作品反咗咁耐時間都唔可以認同咧？咁我就將隻作品攞翻嚟，就全部再改過，即係執翻好佢啊，再加啲心思落去睇下邊度好似做得不足嗰啲地方，就再補翻。